表象即将消失，你好啊，外来者，时候就要到了，表象即将消失，无尽的真相，要操控生命，就得先掌握死亡的力量。我让你四分五裂！哈哈，等你个怕！尝尝我的厉害！完工了。你的愿望就是你的境遇。开始不是我，这个、就是毁灭你的风暴。挡住他们！开始上课了。
下手要又重又快。张张好。玩得真开心，尝尝我的厉害。从命运啊！如果你确定的话，玩得真开心，尝尝我的厉害。可恶！
现在该结束了。全力冲刺就能赢。我让你四分五裂！哈哈，等着尝尝我的厉害！魔杖搞丢了吗？血肉之躯真是软弱。才完成朱文背山刀，超载完成朱文背山刀，没办法嚣张了吧？没办法嚣张了吧？我的感觉，不加入就得尝尝我的厉害。完工了，我们会让你四分五裂。
我想想，我要考虑一下。你再靠近一点，相信我。玩得真开心，尝尝我的厉害。你的愿望就是你的记忆。我要赚一大笔。玩得真开心，尝尝我的厉害。生命和希望值得我们守护。你打败我了。
我在那玩意儿里面待了好几个月。玩得真开心，尝尝我的厉害。快来我家哦，一支枪可以。我必须保护这片土地。你有看到两个吗？可恶！
唔好掂我啦，色仔。大地之魔就在身边。说一遍吗？我们这场赢了。
让你四分五裂。哈哈，大哥真棒！真是软弱，真是软弱，服从我的意志，服从我的意志。推我！好打麦造！嘎巴路子，可可路子！哎！坚持如此，我输了。Thank you.
让你四风阴气雨灭。哈哈，大概干嘛？尝尝我的厉害。对我来讲，这门算啥？金鹌鹑。我没有管他们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我来讲，这门算啥？金鹌鹑。跳啊，摇滚曲好嗨啊。鲜血鲜血雨灭，我们会让你四风五裂。哈哈，大概干怕护士，把砍刀给我。尝尝我的厉害。对我来讲，这门算啥？金鹌鹑。不错。you
尝尝我的厉害。这么多的可能性，把砍刀给我。